我的生日，然后现在我已经穿戴好了，等着我的朋友来接我们一起去拿蛋糕，然后去唱 K。今天晚上的 party 全部都是姐妹们的 party。今天天气挺好。呜、哦，哇，蛋糕哎，耶！这是曼谷的傍晚。对，本来我想买这一边的，后面这一区，他现在正开发后面这边。我们现在聊天都在聊买房子，我们长大了。这里又有个小型的市场，这是傍晚6点的曼谷。我们在路上从天亮开到天黑，我就笑死了。你们走红道了呀？走红道谁阳了？他没没有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，结果我们出门最早，就是在人家之后才到。谁知道呢？要去拿蛋糕了，又堵车呢。我们终于到啦，耶、yeah ！就为了这个小蛋糕，我们堵了2个小时。哦，来啦 ，Hello，Hello， 疯狂的，山崩海啸，哇，送礼物了，嗯，点了东西吃，味道还挺好的。现在就开始泰语风的歌，开始玩起来了。准备好了，唱的歌。来来来来来。
后来来了很多遍之后，终于成功了。对对 对, 对。慢点。哇哦！祝我闺蜜自产过亿。哇！把这个放前面。这样吧，太粗耶。图片也拍。来补个光。这个蛋糕好酷，在哪里订的？那个。我要拿这么高的袋子来装。我到家啦，就是这个生日，一年一度的生日就这样过去了。今天其实非常的开心，我也很感谢，就是说我的朋友能够陪在我的身边。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贴切我的，就是平时越孤独的人就越希望在特别的日子里面热热闹闹的。反正呢，我今天我觉得非常的圆满，我非常的感谢大家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拜拜。送上我们的抱负吧，闺蜜表演。祝我闺蜜